年底重启，六月到十月在大陆各处开唱，没想到近日却传出花人民币100,000元就可以和周杰伦合照的消息，在网上引起不少讨论。对此，主办单位也紧急发声否认，强调并没有安排这类的桥段，也不存在要收费拍照的活动，并表示这些推销手法均涉嫌虚假宣传和诈骗。主办单位也借此呼吁粉丝不要轻易相信这些非官方渠道所散布的谣言，不论是收费合影还是收费点歌，都是虚假消息，一定要特别小心，才不会让个人财产损失。视频在网上曝光后，也让不少歌迷纷纷直呼实在是好夸张，这些诈骗集团好过分，随处造谣想骗钱呐。